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前辈。我们现在是开往洞台吉纳尔湖的路上了，刚从那个翡翠湖离开。我是睡了一觉，睡得好舒服啊，睡到外面天都黑了。我睡了多久？你知道吗？你从那个茫崖翡翠湖出来半个小时，睡到现在大概睡了两个多小时。我真的太累了。现在八点半了已经。我们今天睡哪里啊？我们应该可能去水上雅丹的停车场吧。我们2017年到那里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信号的，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信号。应该有了，因为他们现在变景区了嘛，我估计是有。导航呢应该是洞台吉纳尔湖啊。对，还有200公里。我们今天先到那个水上雅丹吧。现在离水上雅丹大概还有80-90公里，这边有个加油站，我们先停一下加个油，在这边吃饭吧，肚子饿了。吃什么呢？吃的很多，今天刚补给的。现在83%的电。电用不光喽，不打空调啊，这么电用不光。嗯。你煮饭吗？我用高压锅把这个中午打包吃剩下的这个鸡热一下，然后放点宽粉。我们还有一点点手工面吧。嗯。能不能放点蔬菜在一起煮吗？这样不能只吃肉啊，吃点蔬菜吗？它里面有豆腐和那个豆角呀。那我想吃点大白菜。这快餐盒要不给他留着？你洗。哎，每次都是。那扔了吧。留着留着。当我没说。我才不要洗这么油的，太油了。滚起来吗？有人。放这个。嗯。没多少手工面。这手工面都不手，那个都不好的估计。嗯。筷子拿去。可以先吃鸡肉。嗯。你很饿，我看出来了。嗯。我不饿，我先吃点那个葡萄吧。你把宽粉放里吧。放一点。嗯。你先，我觉得你先把面吃了再放宽粉吧。你怕万一吃不完是吧？嗯。你吃面吗？我不吃呀，关键是。哦，那你就别吃了，那给你吐了。你怎么就不饿呢？不像你啊。我可能刚刚太累了，睡了一觉之后醒来就不会太饿。我就是看了半天场。对，今天算看的比较时间长。那我把它关了，够了。嗯。嗯，这点取消掉了。我点了呀。你点的是这里啊？嗯。吃了葡萄，再吃这个。面好啦。嗯。吃点豆腐。你从此看到第几集了？最后一集。你不等等我，我才看到第7集。这个是不是中午你吃的那个？啊、哦。吃完饭了，已经10点钟了。前辈收拾一下，我们就继续出发。好，反正离目的地还有一个小时嘛。路上又是一辆车都没有啊。这个地方其实我有印象，我们当时开那个轿车来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我航拍了，你在睡觉，我在航拍，一边跟车。然后这边过完不久，应该就到水上雅丹了。有一天灯光不知道是不是快到了，这里没有网，导不了航。现在这个地方说是叫西台啊，离水上雅丹25公里，这里有个服务区，我们准备先停在这里得了。我们停到了一个加油站这边泡个脚。哇，水太烫了，好烫啊。我要开始弄单子做售后了，前辈现在洗脸。你待会儿是做视频吗还是直接睡？不要的，今天晚上做的还是明天早点起来。明天早点肯定起不来，你有一天是早点起来吗？都是因为晚上睡呀、啊，都现在都晚上弄视频弄到2-3点。你现在就算不做视频，你上了床不是玩手机吗？没有，我现在秒睡。不可能，你今天在车上睡了这么久。你看看，摔烂了，你刚刚放这里不小心滚下去了。
再洗点葡萄吃吃吧。刚吃饭的时候我吃了一点，你是一颗都没吃。这葡萄味还挺浓的。好了，我开始要做视频了，晚安。晚安。